现在要使用的是 Iris 这个范例，所以我打开我的 Power BI， 然后接下来呢，接下来我们就先取得资料嘛。好，我给你们是一个 Excel 的资料，所以呢，我就去打开这一个 Iris 范例。然后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四个。好，我建议你们全部都打开吧，因为这四个就是我今天我要教你的 K-means 或者是这个K 物件法。好 ，Made in 这个物件，好了，四个都再录进去。以前怎么做分群？以前我教你们分群的方式，你看哦，这个 Iris 里面是不是有花萼的长度跟花萼的宽度，还有花瓣的长度跟花瓣的宽度？我们可以透过也许是花瓣的长跟宽去做分类，也可以透过花萼的长度宽度来去做花的分类。分类分什么呢？Iris 是一个紫鸢花呢，它在这个地方有三种，第一种是这一个 Cetosa， 第二种是 Versicolor， 还有一种是什么 Virginica， 好，三种。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成功的分群，我到时候只要量测，我随便找一个花，这个紫鸢花哦，例如说我假设我成功分群是花瓣的长度跟宽度，我就量测好它的长度跟宽度，我就可以知道它是属于哪一种类。这有什么好处？我举例来说，我找到一大堆精神病病患，然后接下来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新的病患到底是属于哪一种程度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干脆先找了例如说1000个精神病病患，我把它分成四种分类，好，那分好这些分类，然后接下来我就从这一个新的病患，我看它的一个指标，好，某几个重要指标，我就可以直接归类，哦，这个人他应该是第几个分类，那我就可以用适当的一个药物来去做一个评判，这样大概知道我的意思哦，这个分群真的很重要哦。例如说好了，我随便再举例来说，你们现在上课的方式是不是变成我们开放报名？开放报名嘛，你要来就来，不来没有关系。可是如果说我们今天先把需求的族群直接发公文，对这些啊这些人真的就是必须要来上。你看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就完全不一样，但是哪一种成效会变比较好？应该是现在这一种，就是我不要开放式的让大家来去填，而是我只知道说这些人是需要的，那问题是你怎么知道哪些人需要？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哦，这边少了一项很重要的东西，叫做索引，就是第几笔资料。好，我们就先来观看一下怎么样去修改这内容，是不是编辑查询。好，那编辑查询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去新增一个索引的栏。什么叫索引？就是第一笔、第二笔、第三笔。好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新增索引，从一开始。所以这就是第一笔记录、第二笔记录，这边有看到哦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这叫索引。好，关闭。然后接下来我们用这个值，这个叫做什么图？散步 ，scatter。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二长跟二宽，还有花瓣长跟花瓣宽？当我们今天点一下，它会自动把这个数值加总起来，所以它在这边所使用的是一个加总的值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再点这个花瓣的长，这也是一个加总的值，所以它在这边就画出来这个点。
散布图嘛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应该要把这个索引放到详细资料，放到详细资料这边就变成很多个点，所有的点数都呈现在这个地方了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就可以去自动寻找，自动寻找。好，假如说今天我大概知道它的种类是不是三种，所以我们就直接选择三，确定。这边索引呢，这边有看到哦，名称是一个我透过这些索引，就是第一笔、第二笔、第三笔，好，然后呢，来去做分群这件事，分成几群。这边类别总共我们现有收集到资料是三类，所以我会希望从集就分成三，然后点选确定。那接下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这个是原本的，这是原本就是说某一群，我也不知道它是哪一群，先不管，好，这也是一群，对不对？这也是一群 ，OK， 好，我们用这个不管是 Power BI 或是 Tableau 这个所谓的一个大数据分析的工具软体啊，我们就已经做好分群了。那然后呢，你根本就不了解什么是分群，它到底分的对不对，你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就是现在我要告诉你的，那它怎么做分群这件事，可以吗？可是要请你先学会做分群，所有的内容呢都在我的讲义这里面，就是告诉你说怎么做分群。好，分群有了这些索引之后呢，我们再去看，有了索引，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，哎，我的讲义是写用什么花瓣的长度跟宽度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可以分成三群，分好群之后大概是长这个样子。我刚刚用的是什么二长，还是我这边编的名称编错了？好，图示不太一样，图示不太一样。好，不过至少在这边是不是已经完成分群了？好，那就请你们用二长跟二宽来做分群，记住哦，要先加一个索引。好，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分群。好，我这边是用什么花瓣的长度跟宽度。好，其实哦，可能我那时候看那个英文单字看错了。好，反正一个是花瓣，一个是花萼。你们知道花瓣跟花萼吗？知道。Iris。好，例如说花瓣的图片，这个是花瓣，这个是花瓣嘛？那花萼呢？下面花瓣、花萼。萼就是这里面这个，好，这样子示意图好像也不是很清楚哦。这像例如说啦，这叫花瓣，然后这里面的这个东西哦，就叫花萼。那这个黄色，那它的意思就是说，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，这叫花瓣 ，petal， 然后呢，花萼的话是。花萼跑到哪里去？这是花瓣 ，petal。我先给你们看一下那个资料。假设我现在要下载 IRIS 的 data set， 好，我们就可以到这个地方，到这个地方来去下载，因为这是属于他们这家实验室的。然后接下来呢，这边是不是可以去下载这样一个资料？它这里面它就有讲说，它总共有150笔资料，然后有四个属性，
然后呢分别是哪四个，这边有 sepal 还有 petal， 就这两个，一个是长度一个是宽度，还有一个种类，种类就是有 setosa 还有 versicolor 还有那个 virginica， 这三种 class。 好，那重点什么叫做 sepal 跟 petal？所以刚刚是不是就给你们去看一下 C， 一个是这个嘛，这是花瓣，那一个是呢，这花瓣，那 sepal 这个有看到吗？它画的是这一个，好了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请问一下，你猜一下，你觉得是用 petal 来做一个划分比较准，还是 sepal 花萼来去划分比较准？就是如果现在我随便拿，因为我们属性就只有两种嘛，一种就是花瓣，一个是花萼。好，那花瓣的长度跟宽度来当作是比较的属性。你觉得会比较做分群会比较准，还是花萼花瓣？因为花瓣比较长，是不是？好，可能我那时候写单字刚刚写错了。好，我们先不管，就是说这边我们再画出来，刚刚是这个是做花瓣的长跟宽嘛，现在我们来去做那个花萼的长跟宽。好，所以一样用这种图，然后花萼的长度、宽度。然后接下来，一样索引放到详细资料，然后一样来去做所谓的自动分群组，分成三群，确定，分成三群喽。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有标准答案？标准答案知道吗？标准答案就是这个种类，我们来看看到底用花瓣来去划分比较好，还是花萼来划分比较好。那我们来去看一下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种类，种类我们做种类的直方图好了，然后接下来把种类放来这边改成技术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各位马上公布答案咯。你看哦，这边是不是有一类？这代表什么意思？有，如果你看到两种颜色的话，代表什么？分错嘛。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哦。这总共就各五十种，然后这边这是代表什么意思？这边有45个是分成功，好，分群是分成功，这五个是不是就代表失败？好，那相对的，这是第一个。那我们来看第二个，因为第一个我想应该没有很大的问题，就是这一个全部都在这边，好，我想应该没有问题，你也没有看到别种颜色，有看到吗？应该是没有看到别种颜色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。第二个的话，你有没有发现这边一堆分错了？因为这个意思是指什么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它有一部分是这一个品种，一部分是另外一个品种，对不对？好，这边这是什么？这只有两个分错。那这边呢，有3、4个分错，可以吗？然后这边的话。也不多啦，也不多。如果以分群来说的话，请你们稍微注意哦。如果我们今天比用猜的好，这就是比较好的方法。什么叫比猜的好？请问猜是多少？三分之一嘛。你为什么讲三分之一？因为三群嘛，对不对？比三分之一好，就算好的方法了。这样了解吗？我们能不能用目视的方式？假设你今天你去外面，你去外面，你没有任何工具，你也不知道尺寸，你是不是凭经验
你是不是可以猜？这样听得懂我在讲什么？好，我只是要告诉各位哦，分群有这些缺点，但是哪一个？第一个，我们可能在这边要学一个知识，就是说你用错了属性，就可能导致分群错误，或者是那个分群得到的那个正确的情形下降。所以要用哪一个属性，这是很重要的关键哦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对不起，我觉得因为要讲那个结论，所以一定要讲出来说，哦，我这边我到底什么东西是用，到底应该是。以我这边的资料来说啦，以我这边的资料来说，上面的话我是用花瓣，下面我是用花萼，所以用花萼好像是比较正确，但事实上好像我这边我把那个名称打错了。等一下，我看我这边有没有写那个结论，用谁分群会比较好。我讲这一个嘛，这一个的话，它应该是瓣子，用花瓣呢，这是花瓣呢，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在这个地方我应该是打错字了，这个是花瓣做出来的，这张图是不是跟我现在讲义里面这张图是一样的？好，所以应该是要用花瓣，用花瓣而不是用花萼。稍微请各位注意一下，所以结论就是用花瓣来去做分群，可以分得比较精确。好，所以等一下哦，我们可能是选择将错就错，用我的花萼来去做分群的一个讲解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你们稍微去了解这件事，就是说我们用不同的属性来去做分群，可能会导致一些分群的错误。以这个地方来去看的话，因我用花，正确来说这边是花瓣了，花瓣的话，我们在哪一个分群上面它会产生错误？我把那个职业呈现出来，资料标签还有名称，哦，在这边了，这边就是这个 Virginica。它是不是这边以花瓣来分，它有四个是分错的，这四个应该不属于是 Virginica， 就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。来，请你们自己的动手去玩一下这件事。